亞愛國團咧就1974年成立嘅，咁當年咧就啱啱中五畢業，咁就都想咧喺學校以外咧組織一個樂團，咁啊大家一齊繼續去發揚中樂啊！最印象深刻都是呢幾年的發展，多了很多年輕人加入咧，開心咧就係呢兩年咧，我哋嗰個排練嘅出席率都好高。咁喺呢一個業餘樂團入邊嚟講咧，係都少有嘅嚇，即係可見大家對於嗰個投入咧，大家嗰個參與啦，同埋大家嗰個認同啊，咁呢個咧，我覺得係對於我哋再進一步去發展中樂啊嚟講咧，係好緊要嘅。咁好嘅文化嘅載體咧，可以有更多嘅年輕人認識，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，因為文化如果冇咗承傳嘅話，就其實個文化係會沒落嘅。咁所以我哋希望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，可以喜歡中國音樂，通過佢哋咧，係繼續傳落去下一代。